的边境，即卖姜黄的边境吼，全世界总共有137种。哦。哦，遐济哦，对，啊，你拄安尼讲遐一种吼，啊，到底是对一种的迄个姜黄素哦，伊含量上侪是对一款。我研究这姜黄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，这個、时间内底吼，收集百外种的品种。嗯。那这个品种呢，我从内底安尼做足侪成分啊，吼，伊的产量，吼，佮品质的研究，那最后吼，我甲选出一个这红姜黄这個品种啦。